买了两本书，一本是杂志，一本是我很喜欢的一个插画家，日本插画家他出的书，因为他都是画一些穿搭。我很久以前就有在追踪他，然后他出了他应该是第二本书呀。我现在脸上 sketch， 哈喽喽，我现在脸上分春夏秋冬。天哪，也太可爱了吧！有一些单品跟穿搭。雾也不大，春天的日本街头就穿的 jacket， 雾也不大。有果腹。그리고하나는日杂，因为其实我是想要他的赠品，买的是这本 Sweet 的五月号，封面是可爱的米欧桑。这也很可爱，六月号的赠品，色的，哦吼，这样小小的托特包，用的，因为感觉最近缺一个黑色的包包，还有一个小皮夹。夹在这里，这个丝巾，放个蝴蝶结在这 ，cute， 下次出门有适合的穿搭就可以。
山道弄给我吃的。我觉得这一家拍的蛮好看，对，这个牌子。它有一圈，大概前后来回。准的这样说。哈哈哈！送走吧。吃了之后真的有，就是我们有理解啊，就是为什么那么多人。那你有吃吗？我没有。我就是吃了那种，这样我是很丢脸。爆红的东西我都不拍的那种。嗯，好吃的。嗯。但是优格不会吃太久。嗯。最近越来越多。
给中里米帕的是那个眉毛基督話这是一个很随机的野餐，所以没有地垫，没有任何东西，非常的自然，我喜欢。